不一样的老外，不一样的北京，曹操来了。爱不爱运动？爱。你们爱不爱运动？喜欢。喜欢。喜欢。平常爱运动吗？一般吧，一般吧。啊，一、二、三，这行，咱就跳两下。嗯，好。好。都不会跳。身体健康吗？还可以吧。这个，我试试。肯定运动吧。毛主席暴政。啊，毛主席暴政。毛主席暴政。毛主席暴政。我看这个有点大了。有点大。对对，有点大，有点大，有点大。我再我看肌肉发不发达。有一点肉，有点肉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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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平常爱运动吗？不爱运动，不爱，那这不爱运动都是那么想啊？公园也比较好，公园的空气比较好一些。来，有奖品吗？哎，奖品就是身体健康。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完了，18，完了，不行了，哎，不错，25，有没有能超过25的？有，来吧。为什么做这个？喜欢这个。你是不是就是要你的胸挺漂亮？50了。那你觉得能生病吗？胖？会啊。生什么样的病？生什么样的病啊？脂肪肝吧。脂肪肝。好，现在桂子林跟曹操。曹操，我名字叫曹操。桂子林跟曹操开始桂子林的减肥计划，来吧。再运动，一二三，我爱运动，我爱健康，我爱运动。我曹操现在也发誓，我从现在开始也会运动，也会健康。别忘了，到下个星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不一样的老外，不一样的北京，曹操来了。吗？抽抽啊！喜欢抽烟吗？喜欢。你好。我抽烟。手上是什么东西？香烟。我没有。您没有吗？真没有。真没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抽烟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说没有。哎，为什么抽？不抽不舒服啊，吃完饭必须得抽一个烟。你什么样的感觉？比如说舒服。舒服。找那什么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我看没嘴。哎，这是对的。就一天不抽烟，你觉得行吗？哥们儿，我有一曾经有一次一天不抽，然后我就不行了，都快上瘾了，是不是？也不是上瘾，也不是上瘾，抽就是想抽。那这不是上瘾的意思吗？你愿不愿意戒烟？愿意啊。你愿意戒吗？差不多。你觉得他应该戒烟？嗯。那有什么办法能戒烟呢？哎，今天就是您的好机会。那咱们今天就发誓。这坏人吧！一、二、三，我发誓从今天戒烟。哎呦，发不了这誓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这样吧，
一天行不行？五分钟可不可以？五分钟啊！上学时候吧，咱们老师管我，上班领导管我，到了社会警察也管我，我自己好不容易有一次抽烟机会你也管我，他叫我不让我自己放纵一把，抽烟多难受，抽烟不好，是不是？你补啊，我发誓，好，一辈子。啊，一辈子啊，这是全中国老百姓。我上头这哪台啊？先说，这北京这行，这不是全中国，这是全北京。北京电视台是吗？北京电视台。完了，真行！我爸不知道我抽烟。就扔个地上，咱们一起。这样好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好。感觉怎么样？舒服了吗？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快，老开始吧。我发誓今天不抽烟了。发誓，我一天不抽烟。我发誓，从3月16号到3月20号。好像你可以。我今天发誓一天不抽烟。我发誓一辈子不抽烟了。我发誓，我戒烟。你一天抽多少根？我不抽烟。你还撒谎啊？这是那个，你先塞给我的。烟没有，也不抽烟。真的？现在是身上有烟吗？身上没烟，身上没烟。哎，有打火机啊！打火机，打火机给我。好，可以。哟，烟呀！我们帮助了不少人戒烟，我们给了不少人一个健康生活的开头。别忘了，下周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